不好意思，我今天真的出不去，我得去学习，我这些课成绩太不好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拜拜。反正也不会有人知道我用了这个答案，我不能拿这个答案，这是作弊啊。话又说回来，这答案都已经发给我了，我要不是还是用一下吧。如果我被抓住了，我就会被学校开除啊。我终于知道我要怎么做了，我就直接用它吧。什么玩意儿？